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暂时的心狂念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今夕的爱情也会孤人听，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阿宏。说不打这个节目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，一定输掉什么是有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，敬请各位网友观众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努力。暂时的心狂念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今夕的爱情也会孤人行，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138。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定清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138。来，咱这节目是伫阿宏中央电台，那么。每天拜一到拜五，下晡时两点到四点，由阮优秀的阿宏诚恳，甲咱网友、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咱来看这则社会新闻啦，吼，即马吼，啊，搁当夯啦，吼，啊，都烧袂脱啦。来，咱由阮是该报道一下，吼。桃检接手红案，23日首开区阿庭。来，咱来看内容，这是《中国时报》。那么桃园报道，陆军下属红中秋疑似枉死案。那么因为军心发烧症实施，高院日前撤销军事法院对这个。何工中等三个人的这个交保裁定，军检控告成功。桃园地院19日表示，将伫个23日早起9:20召开区阿庭。另外，桃检为确实业务过失致死，为做文书等明确的这个被告，
昨下晡嘛传唤到这个红姐、红珠勇啊来说明啊。二十三日，将是桃园地院接手红案了后，首度伊的这个开庭啊，将由审判长陈吉雄、受命法官丁怡怡，以及到这个陪审法官柯清华，组成合议庭啊来审理。到时刑事庭将开放到这个旁听，嘛将首次架设大银幕啊来呈现科技法庭，予搁较侪人啊来了解这个过程啊。那呢是当然，伫个心里大家拢有了解啊。哦，啊那个呢是后摆啊，你这位啊，这个红家红姐姐啦，啊这个红珠勇哈。我希望讲，啊，你唔好阁啊，什么咧安怎都安怎啦，吼、哦，安安杂杂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讲多多一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受到什么这技术啦，啊，啊，这个啊案件吼、哦，啊，已经串通啊啦，种种的啦，吼、哦，我拢先甲你讲遍的。那么院方指出，丁怡怡等三个人利用周末的时间加紧挖掘，吼、哦，那么熟悉到这个案情啊。那么因为这个罐装数量庞杂啊，那么三个人又阁是抽中签，突然接手，那么原计划真紧伫个二十日召开区阿庭，为求慎重延到二十三日。哦，啊，拜托个啦，啊，啊，你哪个安尼潜落去哦？红姐姐伊个讲话啊啦，啊，啊，伊要爱真相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恁又搁咧拖，吼、哦，又搁咧拖啦，啊，那么桃检接手红案，伊个这个后续侦查，十九日下晡传唤到这个红珠勇，以侦查庭方式沟通案情。确认明确的这个被告身份，以及到红家是毋是讲掺合到其他的这个事情啦。那么红家律师李双吉伊伫个讲啦，公诉人啊甲告诉人互动良好，以建立互信的这个机制，侦查庭过程顺利。那么进前的时阵，安尼红案伫个军方侦办起诉这个期间，红家啊有这个秘书就对啦，秘书啦，就是讲啊有在讲一寡咧有诶无诶啦，吼。那么甚至的时阵啊，对有几遍交报裁定啊，甲起诉内容大表不满安尼啦。那么红案移转到桃园，伊的这个案件了后，红家的这个人一改之前，吼、哦，对军方猜疑的这个态度，张红朱勇哦，甚至透过媒体表示了，希望外界给法官较侪时间，吼、哦，啊来挖掘厘清案情啦。即马讲啊，较早是讲安尼，啊要爱真相啦，啊军方的时阵办案啊，遮尼啊慢啦。啊，而且都有串通的啦，有要灭证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即马讲话啊，无同款啊，啊，今日啊个长的时阵啊，拢态度啦、讲话啦，啊，拢转变啊，你家想看嘛？像即种的时阵，讲话无算话，对不对啦？连个安尼、连个那安尼的人，你家想看嘛？啊，那么到时嘛，尊重法官的这个心理啦，吼，你拢家己讲的吼，咱即马拢有证据的吼，咱即拢有录影嘛吼。那么裁定结果咧，吼、哦，李双吉强调，目前哦无详细伊的这个追加被告名单。那么至于对案情伊的这个补充内容哦，会以诉状向检方啊来陈述啦，或者是有关较最新的这个消息，就是
头一遍以上，那么一般书法图鉴接手，啊来修处哈，啊来开这个库阿亭，提供我大家哈，啊来做参考。来，咱这个红案那就到这结束，其他下一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。什么是书？什么是？